好啊，再来一下。不露你像个三八，不是不露。但其实还是好听的。可以的，来这边听。哎呦，还要掉，对吧？这头发是无处安放。我们在后面。就是像我站在跟他旁边对比，就是我好富贵，我像乌龟，我就是很富贵，我穿的多。Thank you.